很强吧 ？Nice， 轻轻松松嘛，来喽！哇哇哇哇哇，它有点痛啊！哎，它怎么那么痛？这只怎么跟刚刚那个差那么多？哦，我现在玩游戏是《指剑江湖》。算是首创的电竞武侠的玩法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赛事比赛。如果你们有玩的人，然后觉得自己好像蛮厉害的，你们可以去报，很好玩，还是可以跟朋友一起五打五的哦，也可以自己解任务这样子。赛事奖金高达10000万，很高哦。这是他的游戏活动，有一些活动它是有限定时间。你看这个地图，还会有那个迷烟。我们现在去传功跟打坐好了，每日必解好不好？打坐要先下来，好，来打坐1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学佛的吗？画风非常精美，它的门派非常多。我一开始选的是这个万花地，战力都高达90000以上了。好了，打坐完毕，然后就领取我们的每日奖励。这每日一定要解，因为上面的这个火药宝箱非常的 nice。 来，我们来去打一下风雨稻香村的秘境，我们挑战个战力需求有70000跟120000，你觉得我要挑战哪一个？我是觉得稳稳的挑战个70000就好了啦，我不要太膨胀，我让它自动打。在你很忙的时候还可以玩玩游戏，因为它可以自动打。那这一期主推的侠客就是阿佑佐，就是现在我出战的这一只小小只，很可爱的这个紫色，很强吧？100000的没有白养吧？切，这个蝎子超强，有啊有啊，无双出来了，大招出来了，把敌人破盾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大招了。Nice， 轻轻松松嘛。哎呦，被球撞到了。好哟 ，No！ 然后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开我们的大招啊，一定要有下面的这个黄条才有办法开。走动的部分的时候，你要去控制好你的黄条的部分，你不要快死了，结果也没有招可以开大招，很容易就直接输掉。来喽，打 boss 喽！我的蝎子出来了，这招超强的，蝎王狂笑会放出一只大蝎子狂咬他。阿佑佐是这一期主推的侠客，所以在抽卡的部分会比较容易可以取得它，然后 A 级的部分也有3只，提高它的那个抽到的几率。等一下再带你们去看一下抽卡，先把这关打完。开启了无双，你看我们还蛮血的嘞。OK， 打完了，秘境就这么 so easy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去打每日的悬赏首领，每天可以打10只，在这边按下去之后会出现总共今天要打的10只，你就直接点它，然后按前往气拿就好。来，用力呀、啊！你有没有吃饭啊？这个破盾哦，破盾之后就开无双了。OK， 轻轻松松，下一只，它会自己接着走去下一只，你就不用一直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首领我就先打到这边啊。我们先来抽卡，我刚刚说要抽给你们看。抽卡的部分有分成限定跟侠路。限定的话就是活动制的，特色的主推是什么？像这一题就是阿佑佐嘛，我刚刚讲的 S 级是阿佑佐 ，A 级呢就是右边的这3只：天策、地子、陆会跟小七。这3只是 A 级现在目前几率提升，比较容易抽到他们的。那我们抽一下这个限时的，来直接寻访14，好，一张纸的小七很正，他怎么看起来像女生又不像女生的呢？天策我也抽到了，小七像女生又不像女生，应该是啦，是个妹子，长头发的。但我觉得阿佑佐还是比较美。50抽喽，再抽30就会保底了。
下我们的侠客，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突破他。可以可以，可以突破到二星了，所以哦，突破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增加他的特长。一开始你抽到第一只，他会只有一个部位可以装他的特长而已。现在我已经解到第二颗星了，所以我总共有三个洞可以装，伤害提高6%。好，就这个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先八字。宝石的话也是一样，它会有属性加成。那我现在有一些宝石，它要升级，升级要花一些钱跟这个五行石，它呢都可以再用我们的通宝去购买。来，它有一个礼包，选了礼包之后选常用，常用这边呢可以让你每天一直无限购买。那像我刚刚要强化这个嘛，我就买一下，我买个69颗 ，OK。好，我现在其实这样就已经很强，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变超强？整体的你的侠客的战力全部都会跟着一起提升，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来解一个，我们挑战难度的好不好？这个可以派四只出来 ，OK 啦。怎么又有这个木桶了？哇，我现在是怎么样放不开它，是不是？我的木桶被我绑在身上了，我怎么放不掉啊？哇，我现在非常的苦恼。感觉是有东西的，哦，它是从这边出去而已。来喽！哇哇哇哇哇，它有点痛啊！哎，它怎么那么痛？这只怎么跟刚刚那个差那么多？屁啦！看它超痛的，欸！我靠，这只超痛的，欸！在日常，所以你们记得解完也要领一下奖励，看看你的技术好不好。那个接技其实也蛮吃操作的，你要知道你现在要怎么闪啊，然后要放什么招啊，要去拿什么物资啊，其实都蛮重要的，息息相关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紫剑江湖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你们都可以，我是在二福花语幻蝶，可以加我好友一节小辣椒，拜拜。